生き写しの絵を作る機械をお持ちとか、その者の心までも描いていただける素晴らしい絵になると聞きました。明日はお祭りだね。このままずっとここに隠れていようか。先生、行くのですね。探しているものは書斎の奥に。哦，瞬间移动是任意门吗？一想到睡前居然要听大叔的娇喘，就决心要撑到生宇妹子厨房。放心放心，生宇等一下就出现了。白菊的头发。九五加满。大家看到那个小男孩跟白菊一起出场的那个小男孩，其实是麻生博士。然后放生术一直梦到的那个梦，其实是麻生博士的梦。也就是说，那个白菊他其实是在等麻生博士。你这个麻生博士真的是从第一代到现在就只会造孽啊！然后烂摊子都给别人收。从加九变成加九吧。累的日记七啊，你要偷看人家的日记哦。放生是麻生的后代，这个就是一个子孙帮祖先还债的概念啦、啊。好祸害的男人，地球只有一个环要环保。好，这应该是累的最后一本日记了。
先生は私を選んでくれないだろう。それは仕方のないことだ。これでいい。これでいいんだ。そう何度も口にすると涙が出てきた。泣きながら自分が現れていくみたいだった。理不尽な独占欲も醜い嫉妬も、先生の犠牲になりたいという密かな欲望も、欲望。夜深了，开始有点咬螺丝。選んでくれなくてもいい。先生が行ってしまうまで、なるべく先生のそばにいる。先生を悩ませたり、こらませたりしない。そばにいるのが自然な存在になる。水のように、自分を消していく。透明になって、何の色もなく。马生家不倒，台湾不会好。帮检举麻生协助敌方队伍，我承认都是麻生惹的祸。泪说：“老师应该不会选我吧？这个也没有办法。没关系，这样就好。”我好几次都这样告诉自己，然后眼泪就流了下来，一边哭着，就仿佛可以靠着眼泪来洗净自己，洗净自己那莫名的独占欲、丑陋的嫉妒，以及想要为老师牺牲的这种，这个叫什么？秘密的欲望。老师不选我也无所谓，在老师离开我之前，我希望尽量待在老师身边。我绝对不会为难他，也不会造成他的困扰，只会默默地待在他身边，就像水一样，让自己逐渐消失，变得透明，变得没有任何颜色。怎么这么可怜啦？千千的的，嗨 ，Blue 安安哦。教主对不起哦，眼睛睁不开了，大家晚安哦。教主要多喝水，才能听到美丽的声音。好，那 Fan 就晚安咯，去睡觉吧。我们今天还是要把我们的最终章玩完。那个放生书，我不得不说，我本来预期今天这一章大概是，应该说今天这个实况大概可以在三小时之内结束，可是现在已经突破三小时了。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对付蜜花姐。有一个应该是小女孩吧，天际还没到，怎么能突破呢？突破到早上也没问题。好，希望等一下沿路不要被42689.2纠缠。跑跑跑，向前跑！哎，地上有什么东西啊？地上好像有一本笔记。麻生邦彦的记录，你这个祸害！赏月要进阶为赏日出，有教众还在等八尺大人啊，你们根本就是八尺大人的忠实粉丝吧。
跑跑跑，向前跑，放生树向前跑。放生树，你要去 为你那个死祖先马生邦彦还债了。祖先在，子孙还。他跑步的姿势怎么看起来错错的？我就是你。有一个巫女，好萌的跑步动作，你们不觉得很好呆吗？那麻生海啸跟邦彦是什么关系？他们好像是亲戚吧，好像。人很帅，跑步姿势超丑。拿到一个吹风机，好呆胡叔，能呆看面的哉。麦当欢乐颂又来了，华丽的闪躲。你是说放生叔，你那个包包应该吸了不少水了吧？背那么多水还能跑这么快，真的是不简单呢。嗯，放生叔表示看我帅气的穿狗洞放生，后面导管线会放水。嗯，就是你。哎，放生叔比较不受欢迎，哎，这边都没有四二六八九零来纠缠他。白发少女。吸满了汗水、雨水和怪的口水，海绵背包吗？怎么那么恶心？太格贵耶！麻生邦彦的记录。
刚烤完肉，四个人买了12块牛排。那就是说你们一个人吃了3块啊？怎么这么过这么爽啊？会不会过太爽？是小萌菊。白菊的手记二。这边是说小萌菊，因为她从小头发的颜色跟眼睛的颜色都跟其他人不一样，然后就被说没办法活很久，所以没有人愿意跟她讲话，那也没有人愿意跟她当朋友，除了那个麻生博士，除了那个傲笑脸麻生博士。Monster BIRUS 晚安啦哦。真的过太爽，刚刚遭到报应了，半夜熄火在没有路灯的乡间小路30分钟，哇真的是太刺激了，比我们这个垃圾话台还要刺激许多。根本就是小萌朵一直在对麻生博士告白啊。妈妈没有说不要靠近民俗学者吗？对啊，各位小朋友们，尤其是各位女性朋友，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生物就是民俗学者，因为民俗学者大概10个里面有9个都是炮灰。这个导航是怎样？白菊的手记三，不好意思各位，你们刚刚如果有听到跟怪兽叫声一样的声音的话，那是我们家的公猫在嚎叫，有点可怕的声音，核能级的炮灰。导航都可以带警车去墓园了。好，总之这边是说呢，在阳岩山，那个小萌罗白菊她是阳岩山的巫女，在阳岩山呢是由要成为人柱的女性，我一直咬螺丝，去选要跟她结婚的对象，所以她就选了麻生博士，然后她要进入箱子里面，然后去到那个圣山。
圣山应该就是日上山啦，去到圣山，然后跟那个人就是炮灰麻生博士结婚。野兽在咆哮。我跟你们说，猪瓜这种生物啊，真的是可以发出跟野兽咆哮般的声音一样。教主大人，最近螺丝涨价，不要吃那么多螺丝啊！各位，都会期待已久的可爱小手，哼，连大叔的豆腐都要吃。零是底片，零是 OP 底片，哦，我们有两张。野兽表示人类该放饭了，没有没有，他们还没有来吃饭，他们吃饭时间还没到。他们有时候会跟那个阿兹海默症一样，会误会自己还没有吃饭，其实肚皮已经撑到快要爆了。强制牵手，嗯，应该有到这一章的一半了吧，我想。这种门多给香油钱。猫会在半夜吃饭，会啊，他们什么时候都嘛可以吃饭。猫就是一种任何时候都可以睡觉，任何时候都可以吃饭的生物，基本上是跟猪没有两样，所以我都叫他们猪瓜，一整天都在吃。对啊，还假装肚子很饿，心机超重的，就是嘴巴痒。猫的一生主要只有吃、睡、玩。边吃烤肉，现在半夜两点半还在吃烤肉。嗯，那怎样？哎、欸，大叔，你走路姿势超难看的、欸。麻生炮灰榜眼，教主乐趣赏猪瓜的肉，猪瓜的肉啊，就是肥滋滋，然后又酸酸的，酸酸肥肥油油，肥嫩多汁。